早安，第二天早上的济州还是硬硬的哎。今天的降雨几率竟然有90%，今天可能就是要撑着伞玩一天喽。要换车的公车站牌，现在打算坐211。它是没有考虑它是不算车，因为211的车不知道等多久，所以我们决定换另外一个路线，往前走一点的公车站牌有一个810之一也可以到，但因为它比较有说时间，所以我们打算过去看看。他们剩4分钟哎，我们要走快一点吗？计划依然赶不上变化。我们搭上了计程车，直接往 Snowy Garden 的方向前进。查了一下，从转车的公车站牌坐计程车到 Snowy 庄园的话，大概是30,000韩币有找。那现在就是搭计程车去 Snowy 咯。这里的票呢，可以用现金、信用卡，也可以用 WAPASS 去付款。然后我们刚刚现场买了，吓我一跳。那我们现在拿到2张票，准备要进去 Snowy Garden 咯。Let's go， 刷卡进去。
概逛到了下午快四点的时间，准备要离开 Snoopy Garden， 要搭计程车去吃晚餐哦。拜拜 Snoopy。台北开了，对不对？就是这一间。五点的时候开门，我们提早到了，所以还差七分钟。等一下，我们去公车站等吧。才不用吹风，太冷了。这个是橘子的红酒，小姐姐说这个是红酒，它数大概是11。这里是延吉生活，我们下次见。